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阿克奇湿地，大量的麻鸭、贼鸥、大雁、白鹭、灰鹤等在这里栖息休整，它们时而在湿地上空潇洒飞行，时而俯冲觅食，鸣叫声此起彼伏，异常热闹。据阿克奇湿地管理人员监测，近年来随着湿地保护力度加大，这里的候鸟数量逐年增多，已达1万多只，种类达183种。 巴音布鲁克草原上，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，上千只天鹅和燕鸥就随着候鸟南归的队伍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天鹅湖。在这片长约30公里、宽约10公里的水域上，虎爪星罗棋布，天鹅和雁群起舞高鸣，与清澈的湖面、远处的雪山共同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